你到了，别告诉我。 特意问了我闺蜜，她说这家的龙虾意面最好吃。好像我们今天一起吃了两顿饭哎，还真是。 不知道的以为我追你，话这么少。我一会儿吃完饭就直接去车站了。你今天就要走吗？对，晚上约了教授。那赶紧吃吧，不说话。没事，不着急。吃个饭的时间还是够的，慢慢吃，没那么着急。 又不说话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北城来了个教练，是东兴城过来的，姓许。 他说知道你，他跟你说我的事儿了吗？嗯。那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你当初为什么退役啊？他没跟你说吗？我为什么退役？没有，我们没聊几句。 我其实就是好奇，你从东兴城出来，为什么不换一家球社呢？才知道原来你成绩那么好，不继续多可惜啊！当时就是突然想读书了。哦，我小时候认识两个朋友，是女选手，他们也是突然想读书，然后就退役了。 Hey, excuse me. 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us? Sure, of course. Oh, thank you. Here. Thank you. Would you like me to take the same picture of you? Yeah, sure. A bit closer.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放你。 我去车站，坐那边的车。 哦，好，那你快去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安全。
千万要是最好的车，有报站，有电子屏，千万千万这次别坐过站了。